在我了无牵挂后面让你们接一句都写了吧。我先来看一看小灵光的啊。待我了无牵挂，结束上学生涯，看谁不爽就骂，随时准备干架，谁来我都不怕，赢了躺在地下，输了就上担架，打遍整个华夏，创造宇宙神话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善雄吧，你也是来学习的，你这是要创造邻家神话呀。再来看一看王子的啊。待我了无牵挂就是一句空话，敢问世上几人可以如此潇洒，想要了无牵挂，不是身披袈裟就是墙上一挂。你的话听起来虽然刺耳，不过倒也是句实话。哎，林老师，待你了无牵挂，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人生风景如画，我要云游天下。咦，没钱都是空话，待你了无牵挂，已是满头白发，口内基本无牙，要想云游天下，奈何矮龙眼瞎，走路连滚带爬，只能村口溜达。那我就回到农村老家，远离高楼大厦，忘却都市繁华，屋外种草种花，屋内养鸡养鸭，此生心愿已了，生老病死由他。老师啊，带你了无牵挂，孙子送来膝下，一天两接两送，三餐锅碗得刷，若遇儿媳不孝，劳累还得挨骂，此生心愿难了，只能梦里想吧，人生风景如画，梦里啥都有呀。哎呦我的妈，净说实话。其实啊，哪有什么了无牵挂，人生反复无常，好好活在当下，你们应该感恩父母啊，把你们养大，好好学习，把他们报答，都记住了吗？